种睡姿可以避免胸部外扩变形？以哪一个姿势睡觉才不会让胸部下垂、外扩变形？我觉得是 A 侧睡比较好，因为仰睡胸部不就打开了吗？那不就外扩了吗？侧睡会掉下去耶，侧睡不变形啊？因为他是说外扩变形哦，很少往内流，都往外流的，是吧？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